我要炸，王炸，拿个五块钱，领先五块。还有一分钟开奖啊，一个飞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这人这人经验都不吃，我是没想到的，没想到吧，没想到。我得吃经验啊，谢谢混子远，感谢修罗欧巴。还有二十秒啊，七分之一，现在是闪现行，你再过来我再跳，出招吧，打一下，死了！不要以为你拉到我前期就能有用，这种英雄前期是没有用的，拉到也打不过。哎，三百块，这狮子狗，我以为他要往回跳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回头了一下，回家。恭喜中奖不讲道理的，谢谢阿远姑娘，感谢抽奖机器和奇舅老爷啊！把他们也算上。吸血攻速，补刀稀碎，兄弟，补刀这种东西，基本上长个手就能补。对不对？但是人，你想杀人，长手能杀人吗？不一定。你别看着补刀，你就看怎么杀人的就完了。我补那么多刀，我还不得杀一个人呢？我那些刀之所以补不到，就是因为我去打人了。你打得过我吗？你这，哎，回血。扛塔了，你怎么这个位置都能扛到塔吗？这防御塔又出火炮了。不过还行，我们也就150块钱，没多少。别回头，可以。但是我们兵线非常赚啊，这个兵线非常的赚。这个车肯定是补不到了，我也不补了。他敢拽我们，直接就上啊，直接上去杀他。我兵我都不补了，你看我塔下那么多兵没？我不补，我杀人。你劣势这么大，你还搁塔下拽我？这种英雄最难受的就是你拽了以后打不过。赶紧推啊！这波赶紧推，推过去赶紧越塔。
赶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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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打一波，这波可以尝试一波击杀。呀，死这狗！死这狗！他又亏了一波。多长时间给皮孩呀？8分15秒。是这狗来的挺是时候的，要不然这波两层塔皮吧。现在兵线又是回推的，看着没？哎，他又没法玩。没想到吧？我们只要过来粘住他，他就死。这种英雄没有位移技能。等他把这个兵补了啊，等他往前一点，呀，他六了，他六了就不能这么上了，他六了这么上，我们不一定能打得过。怎么升了呢？好打，这没法打。但是这波可以打了，因为他没有大了。只要他没有大，他就打不过我们。我们再来一波塔后断线啊！严阵以待。找到他。耶，怎么从右边出来了呢？那算了，打个蓝去吧，正好这蓝刷了。进草丛里边吧，省着狮子狗一会儿来了。回家，来一个破败。这波不杀他了，他应该有闪了。出点保命装备，打个红去。现在我估摸的，即使他把我大着了、异着了，他应该也打不过我。他的伤害不足以能秒得掉我。我领先他装备太多了，他那全是破烂儿一身。这波他如果在塔下待着啊，我们继续越塔。不用交技能，没事。右边查眼，左边在这等。哎，我看你这回往哪跑，在这等他。
这就得忍得住寂寞，哎，这就得忍得住。正好防御塔，一些塔拿下。狮子狗打完峡谷先锋，要推中找他去。别害怕，我来了。这吸血鬼把血池给用了，抢我人头！我吃你的车！我让你抢我人头！白来呀！啊，白来呀！这是能白来的吗？我感觉我需要个蓝 buff， 算了，我上去再杀他一波，我把他杀完以后我们再打个蓝去。这位置他插眼了啊，没事，我们直接借助他的鱿鱼跳过来找到他。随便打，这不可能打得过。闪现，吸住锤，重锤锤，跳起来重锤，红应该没有，这狮子狗刚打完红，这你拆吧，不拆了，我回家了。777777块，来个小锤，我们再来一个魔抗海就无敌了。把他们也换上，看招。鱿鱼让他补会儿刀吧，鱿鱼我的好鱿鱼，哎，鱿鱼想反夹，是不是？这不行，短了。投降了。大眼怪跟俄洛伊哪个是鱿鱼？都可以称之为鱿鱼。